你好，台长，你好，我是新修的。嗯。那个很荣幸，今天那个他们打进你新的学员打进电，我能够打进电话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注意一些什么？啊，我是1973年生的属牛。你注意你的肠胃很不好。啊，好的。记性越来越差。对。颈椎不好。啊，好的。还有关节，腿关节也不好。啊，好，还有注意的，谢谢台长。啊，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，打胎过的孩子，掉过的孩子。啊。你老实一点，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看得见的。你现在要记住，要好好的把这小孩子念掉，不念掉的话，他经常让你的腰痛。啊。听不懂啊？台长，谢谢。好的，我还想问一下台长，为什么我家里一直就是最近，也不是最近，一直都是不是很顺？不是很顺吗？你身上有小孩子有鬼，你不知道啊？听不懂啊？打胎的孩子，啊、打胎的孩子死掉了之后，灵魂就在你身上啊，你家里会顺利的。哦，好的。